们大家是中国的人，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，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是领先的。当这个中国处于强盛这个时代啊，正所谓千邦进贡，万国来朝。那个时候，就是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第一的，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的。民族。